包大人，末将先干为敬。诸位，一起来。啊，请。刘将军准备这张古琴，不怕公孙先生见笑。末将是为了给包大人祝酒兴，特别从凤仪坊请来的花魁姑娘来此献唱。 凤仪坊的花魁，但不知是哪位姑娘。末将初回京城，这事儿都是由凤仪坊的李妈妈打理。只说，是凤仪坊中最红的花魁姑娘，叫什么云？云仙姑娘。小女子小婉率云仙参见包大人、刘将军及诸位大人。 小女子，对不起。云仙，诸位大人，请见谅。刘将军，大人，末将实在抱歉。刘将军与那云仙姑娘可是旧事。大人，末将。 并不认得那位云仙姑娘，是吗？是，末将岂敢欺瞒大人？这倒谈不上欺瞒，只是本府适才见您看见那云仙姑娘之时，面有讶异之色，却是为何？没有的事，只是末将想起了一些陈年往事。云仙姑娘果然是才貌出众。 也难怪刘将军意乱情迷。没有的事，公孙先生见笑了。其实末将，没什么。莫非那云仙姑娘，让你想起了徐府千金？逝者已矣，来者可追。本府希望你以前程为重。是。 多谢大人金玉良言。为什么我会成为凤仪坊的云仙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可是我却也没有机会告诉你，你就被抓到开封府去了。而之后呢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人了。 知道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害你背负着欺君大罪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别难过了，你爹娘他们呢？我爹我娘都很好，就是四处躲着。本来我只想就这样跟你远走高飞的，可是，在你被抓到开封府的时候，这该怎么办呢？ 是不是可以派人到府衙里打听打听？ 玉娘。
咱们自个儿现在什么处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！已经自身难保了，欺君之罪是要株连九族的，这时候还能管得了他吗？可是爹，玉娘，爹不是个不通人情的人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，哎，我看呢。 这个京城要是再待下去啊，迟早咱们会送命的。爹，女儿明白。玉娘，为了你该做的、不该做的，你爹都尽力了。事到如今，只能说是您赠孙无缘。娘。 第二天一早，我爹带着我，还有我娘，准备到南方去。我爹他变卖了所有的家当，谁晓得在半路上还碰到了贼人，抢走了所有的财产，连我爹他都受了伤。从此之后。 我为了要生活，最最后隐姓埋名的躲在教坊里。我真的不知道，背负着欺君之罪，竟然是那么痛苦。而我为的，却只是希望能跟你永远厮守在一起。不要再说了，我明白了。我现在回来了。 我会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的补偿你跟你的爹娘。快告诉我，你爹娘现在在哪儿？他们现在都在南门外红瓦村里。好，明天就带我去见他。这不就是你们希望的吗？啊！我们，高子宁夫人。 我好好照顾我爹，照顾我娘，我鬼都不会怕。玉娘，玉娘，玉娘，不关我事啊！玉娘，玉娘，你怎么了？ 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怎么了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我先给你倒杯水。玉娘，快喝口水，快快！你究竟怎么了？玉娘，你说呀，说话。啊！玉娟姐姐，玉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 玉娘，玉娘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为什么？情形如何？大人，云仙姑娘。 身中剧毒，只怕是中了什么毒，难不能解。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刘将军，可知他中了什么毒？没救了，真的没救。刘将军若是知道云仙姑娘所中之毒，最好说出来，或许还有法子可治。大人，他是服下了孔雀丹。你如何得知？ 是他亲口告诉的。李小婉，明明在。你可知云仙姑娘因何服毒自尽？莫非她与命案有所牵连？包大人，明明真的不知道。回包大人，她并非服毒自尽，乃是被人害死。此话怎讲？回大人。
他毒发的时候，那胡天伦就在他身旁。胡天伦？是，末将正在抢救的时候，胡天伦居然匆匆逃走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胡少爷为什么要杀害于谦呢？狄小宛，真相未明之前，不可妄入认罪。 公孙先生，大人，那孔雀胆之毒，当真无药可解。回大人，学生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孔雀胆的毒性。不过，就云仙姑娘的脉象看来，的确是剧毒攻心。大人，江湖上孔雀胆的传言甚多，据说是古来宫中密探为了确保属下忠心而研制的剧毒。 传说中无人能解，传说不可尽信。看来云仙姑娘除了昏迷不省人事之外，看不出有中毒的迹象。或许这就是孔雀胆神秘之处。若是传言属实，或许内宫之中有人知道孔雀胆的真实面目。胡天伦。 知道是谁害死了云仙姐姐。什么？宝贵，你说什么？我知道是谁害死了云仙姐姐。是谁？你快说！宝贵，是谁？你快说呀！是胡少夫人。是她。你怎么知道？ 我亲眼看见他把孔雀胆交给云仙姐姐，当时我不知道那是孔雀胆，我绝不会让云仙姐姐留下他的。翠翠，她为什么要害死玉娘？这，宝贵，你说，你云仙姐姐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云仙姐姐要我什么都别说。那就千万什么都别说。 为什么不许我说？别问那么多了。上了堂之后，千万什么都别说。嗯，宝贵记住了。可是云仙姐姐她会不会？宝贵，你放心，我拼了这条命，我也会救你云仙姐姐的。刘将军，你为什么对云仙姐姐那么好？ 你是不是？是不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小狗子？你怎么知道小狗子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云仙姐姐最爱跟我说小狗子的事了。哦，你云仙姐姐都怎么跟你说小狗子的？云仙姐姐她说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除了她爹娘以外，最疼她的就是小狗子嘞。她还说小狗子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哦。 以前啊，他是在茶棚里做什么来着？说书的。对对对对，是说书的。云仙姐姐还说啊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啊，哦，我。哦，你就是小狗子，对不对？我。对，我就是小狗子。 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宝贵，千万别跟人家说我就是小狗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云仙姐姐听了会不喜欢的。我会记住。明天一早，我就求解药去。你要去求皇上赐解药？那。 皇上会答应吗？再难，我拼了将军不做，我也要奋力一试。
备叩见皇上。进来说话。谢皇上圣恩。张坤，奴婢在。何事如此匆忙？启奏皇上，边关守将刘正顺常跪殿外求见。刘正顺，回皇上，就是上个月陈元帅保奏，蒙皇上大赦，赐封为护国将军的刘正顺。嗯，朕想起来了，朕不是要他回朝觐见吗？回皇上，已经安排刘将军后日早朝面圣。哦，那么他却为何长跪求见呢？可有什么急事要奏？回皇上，刘将军手捧战袍金甲，执意求见，看来是有急事啊。哦，宣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护国将军刘正顺上殿觐见。玉娘有救了，玉娘有救了。末将刘正顺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。谢万岁。刘将军。末将在。朕不明白，你手捧金盔长跪求见，所谓何来？启禀皇上，末将以戴罪之身求死意欲未果，反蒙圣根庇佑，衣锦荣归，理当竭力尽忠图报，结草衔环以报皇恩。奈何末将私行难断，耿耿于怀，如今更逢劫难，非求皇恩不得解困。刘将军不必如此谦虚，你功在家国，实至名归，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出来。启禀皇上，末将侍从求皇上御赐天山雪莲。天山雪莲？你要天山雪莲做什么？为救一个人的性命。救什么人？是末将的未婚妻子。荒唐，简直荒唐。末将惶恐，你竟为了儿女私情而罔顾前程，这可是堂堂男子汉的作为。你如此行径，岂不辜负了朕对你的期望？末将罪该万死，末将不敢欺瞒，明知妄图求药绝非明智之举，然而假若末将连救自己心爱之人的勇气都没有，又如何承担护国将军之重责大任，求圣上成全？朕指责你，只因你一心求药，思虑欠周，你可明白？末将明白。朕岂是见死不救之人？张坤，奴婢在。御医房里可藏有天山雪莲？回皇上，雪莲是有，可是……到御医房取来，赐给刘将军。奴婢遵旨，奴婢告退。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刘正顺，末将在。可不许再有弃甲之举。末将愚昧，求皇上恕罪。还有，等你那未婚妻毒解病愈，朕要你带她进宫来，朕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子差点让朕失去一位护国将军。末将遵旨。刘将军。天山雪莲，我求来，我求来。刘将军，你求到雪莲了，那允心姐姐有救了。现在天山雪莲有了，就不知道包大人能不能从八王爷那儿借来七巧杯，有了七巧杯，就能救你云仙姐姐了。